唐山火锅圈的铁扇公主，藏在沿街里，日卖一头重达 0.13 吨的鸭。铜锅经1002度高温熔热，羊肉原选内蒙古散养食草羊，汤锅清香，林胜祖传暗黑奇特辣椒油酱。下锅后时针旋转250度，口味有牛魔王的味道，劲辣爽口，搭配灵魂蘸水，入口即巅峰。来一次从头辣到脚，据当地食客讲述，厨师是一位浪迹天涯、常年行走江湖的老木匠，他用晚上不睡觉的时间去改造里面的一门一窗、一桌一椅、桌椅板凳都出自他手，雪藏着一幅4尺6开的牌匾，名曰《袍神》。